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戏的呀？其实很多年前就有拍戏，只是我说我自己主业唱歌嘛，所以戏接的不是很多，我觉得角色如果不是特别适合我，时间不对，我一般都不太接。一般你现在拍的戏是那种长的戏吗？还是一般拍电影？去年拍了一部电影，然后又拍了一部越剧电影。然后今年你那个越剧电影是不是获奖了呀？对，所以今天很高兴，刚刚在那个中美电影节当中，我们获了最佳艺术片奖。天哪！我发现最佳艺术片奖啊！对，因为这个演《白蛇传》，我是演的许仙，所以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很重的。我发现你这一辈子是你跟谁演的呀？跟我同学，我同学叫张明慧。他重新把那个《白蛇传》改成叫《白蛇之恋》讲，然后里面很多台词都是新的。我只是觉得我的角色塑造的还是很好，挺帅的呀。你拍戏的时候，他们都说哇，要是白雪是个男的就好了，就一定会爱上我，因为很儒雅。太为你高兴了。这个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有可能会得什么金鸡女主角呀，什么百花奖啊？想过吗？有信心的，因为做完我们这个节目，我就要进剧组了。哦，又要进剧组了。对对，又要参加一个36集电视剧，叫那个《新六尺巷故事》。哦，我是演一个女镇长。所以做完这节目又要闭关了。跟谁搭啊？这次吴军导演，他演我的爱人。他演你的爱人。演一个镇长。对，女镇长。有没有什么县长啊？什么这男？有书记啊。有书记，那你跟他们说一说。其实我演这个镇里的领导什么还是挺像的，说好了可以。